大家好，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，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人工智能节目，主要内容包括：一、AI 魔法烹饪师调味品是代码片段；二、AI 宇航工程师构建星际旅行的算法蓝图；三、AI 情感导师教机器理解人心的情感算法。那么，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AI 魔法烹饪师调味品是代码片段。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。 我们已经见证了人工智能 AI 在各个领域的崛起，从自动驾驶汽车到个性化推荐系统，AI 无所不在。但是，如果我们将这种技术应用到烹饪领域，会发生什么呢？让我们一起探索一下这个充满想象力的概念 ——AI 魔法烹饪师。其调味品不是盐和胡椒，而是代码片段。想象一下，你走进一家餐厅，这里没有传统的厨师，而是一台装满传感器和机械臂的高级烹饪机器人。 这个 AI 魔法烹饪师不需要锅铲和炒锅，它的魔法棒是算法和数据。你点了一份经典的意大利面，AI 魔法烹饪师开始工作，它不是在厨房里翻飞着调味品，而是在它的数字界面上快速编写和调整代码。这个 AI 烹饪师的调味品是一系列精心设计的代码片段，它们控制着食材的切割精度、烹饪温度、时间，甚至是食物在盘中的摆放。每一行代码都像是一种独特的香料。 能够精确地增强菜肴的风味和质感。这个过程中，AI 烹饪师会利用大量的食谱数据、食材知识库和顾客的口味偏好来调味，确保每一道菜都能满足顾客的期待。但是，就像在魔法世界中施法有时会出错，AI 烹饪师也可能遇到一些程序上的小插曲，比如一个小小的编码错误可能导致意大利面变成了意外的“里面”，它可能会在你的盘子里自己卷成一团，或者意外的加入了太多的辣椒。 让你的味蕾体验到了一场代码火焰山。幽默的事情是，如果 AI 烹饪师的系统出现了 bug，那么它可能会开始创造出一些前所未有的菜肴。想象一下，一道本应是甜点的蛋糕，因为一个逻辑错误，突然之间变成了加了糖的牛排。这样的美食可能会让食客们哭笑不得，但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技术与创新的有趣思考。有时候，错误和偶然性也能成为创新的源泉。总之， AI 魔法烹饪师的世界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和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。虽然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这样的技术水平，但这个概念提醒我们，无论是烹饪艺术还是编程技术，都需要不断的学习、实践和创新。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或许会发现，最好的调味品有时候不是盐和胡椒，而是一点点的幽默和大量的想象力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AI 宇航工程师构建星际旅行的算法蓝图。 各位同学，未来的星际旅行家，以及偶尔迷路到这个讲堂的智能冰箱，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话题：AI 宇航工程师构建星际旅行的算法蓝图。首先，让我们来设想一下，如果你是一位 AI 宇航工程师，你的工作就像是在玩一个宇宙级别的乐高游戏，只不过你的积木是算法，目标是构建能够穿越星系的飞船。听起来是不是很酷？但别忘了，这里的每一个积木都可能是决定我们是否能在宇宙中迷路的关键。 现在，让我们来看看这些 AI 宇航工程师们是如何一步步构建我们的星际梦想的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一个导航系统。在地球上，你可能依赖 GPS 来告诉你如何从家里到达最近的星巴克，但在宇宙中，没有卫星导航系统，我们的 AI 需要学会如何读星图，就像古代的航海家一样。想象一下，一个 AI 在宇宙中拿着一张星图，嘴里嘟囔着：“嗯，左转在猎户座，然后直行到北极星。”哦不！ 那是个超新星，掉头掉头。接下来是推进系统，在地球上你可能习惯了汽车的咆哮声，但在太空中没有空气，所以没有声音。我们的 AI 需要设计一种无声的推进方式，比如离子推进器，这就像是给飞船装上了一个超级安静的电动剃须刀，只不过它剃的不是胡子，而是穿越宇宙的距离。然后是生命维持系统，在星际旅行中，我们不能只是停在太空中的便利店买点心吃。 我们的 AI 需要设计一个闭环生态系统，让旅行者能够在飞船上种植食物、循环水资源，甚至处理废物。这就像是在飞船上建立一个微型地球，只是没有邻居会来敲门借糖。最后，我们不能忘记通信系统。星际旅行可能意味着与地球隔绝数光年之远，我们的 AI 需要设计一种方式，让旅行者能够与地球保持联系，分享他们的发现，或者只是打个电话回家说声妈妈，我还好。 这就像是建立一个宇宙版的 WhatsApp，只是你发送的消息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到达。总之，AI 宇航工程师的工作充满了挑战和创造性，他们正在用算法编织我们通往星际的梦想。当然，这一切听起来都很美好，但我们也要记得，就像任何技术一样，AI 也需要负责任的使用。我们不希望有一天，我们的 AI 宇航员在某个遥远的星球上，因为一个小小的算法错误。 而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永久的银河系旅行者，或者更糟，把飞船停在了一个外星文明的停车禁止区。所以，未来的 AI 宇航工程师们，当你们在构建星际旅行的算法蓝图时，请记得，你们手中的代码不仅仅是数字和逻辑，它们是人类探索未知的梦想和希望。祝你们好运，也许有一天，我们会在某个遥远的星球上喝到真正的星际星巴克咖啡。谢谢小六子的介绍，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AI 情感导师。 教机器理解人心的情感算法。各位同学、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——AI 情感导师。这个概念听起来就像是科幻小说里的情节，但实际上它已经悄悄地走进了我们的现实世界。想象一下，有一天你回到家，一个温柔的声音问你：“你今天过得怎么样？”而这个声音来自于一个机器人，它不仅能理解你的话，还能感知到你的情绪。这不是《星球大战》里的 C 三 PO。 这是我们的 AI 情感导师。首先，我们得承认一个事实：人类的情感是复杂而微妙的。我们有时候自己都理解不了自己的情感，更不用说让一堆金属和电路去理解了。但是科学家们从不言弃，他们给 AI 装上了一种叫做情感算法的心灵感应器。情感算法是一种让机器能够识别、理解甚至模拟人类情感的技术。这听起来有点像是在教机器人怎么做戏剧表演，但实际上。 它涉及到了自然语言处理、语音识别、面部表情分析、生理信号处理等多个领域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让机器通过各种方式去去感觉人类的情绪。举个例子，你对着你的智能音箱说：“我今天真糟糕。”它可能会回答：“我听起来你似乎很沮丧，想谈谈吗？”这时候，你可能会惊讶的发现，你的音箱比你的室友更懂你。但别被骗了，它只是通过分析你的语调、语速和用词来猜测你的情绪。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，想象一下，如果 A I 情感导师还在学习阶段，他可能会犯一些小错误。比如你在看悲剧电影，泪流满面，他却突然跳出来说：“检测到笑容，你今天心情不错吗？”这时候你可能会哭笑不得，不知道是该继续哭还是笑他的无心之失。但别小看这些机器人，他们学习的非常快，有一天他们可能会比我们更懂得如何安慰人，如何提供情感支持。 到那时，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向一个机器吐露心声，而且觉得这很正常。不过，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些伦理和隐私问题。毕竟，如果机器人都能理解我们的情感，那么他们也能够操纵我们的情感。想想看，如果你的智能音箱知道你情绪低落，然后开始向你推销巧克力和冰淇淋，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总之，AI 情感导师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领域，它可能会改变我们与机器的互动方式。 甚至可能会改变我们对情感的理解。但在我们兴奋地迎接这个未来的同时，也不要忘了保持一点幽默感。毕竟，如果有一天机器人真的能理解人心，那么他们也应该学会如何开个玩笑。在未来的六度世界中，AI 技术已经渗透到了各个领域，从烹饪到宇航工程，再到情感导师。这些概念听起来可能有些离奇，但它们也揭示了人类对技术的无限想象和探索精神。 AI 魔法烹饪师带给我们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烹饪世界，让我们想象食物和代码的奇妙结合。AI 宇航工程师则展示了人类对星际旅行的向往和对技术的创新，而 AI 情感导师则引发了我们对人机互动和情感理解的思考。这些概念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科技的趣味性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在提醒我们，技术的发展需要我们保持思考和探索的态度。 虽然这些概念在现实中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但我们可以看到，技术正以惊人的速度迈向我们的想象。现在，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。你对 AI 魔法烹饪师、AI 宇航工程师和 AI 情感导师有什么样的想法？你觉得这些概念能否成为现实？你对未来的技术发展有什么期待和担忧？让我们一起探讨这些问题，分享我们的观点和想法吧。 谢谢大家收看《六度穿越》系列节目。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、科学家、工程技术人员编纂、设计、制作。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。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，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给我们节目点赞。